干啥呢？你的位置又被大宝占啦！胖虎，去跟小姐姐玩吧，去吧。老想上他那个位置，你大闺女上去了，在那洗呢，在那臭美呢。哟，这上去找姐姐玩去了，看你姐姐在练瑜伽了，这小姿势，上去也学一学。哎，大宝，小劲儿啊，那是小妹妹，不能打啊。胖虎，你在这干嘛呢？胖虎也在这看宝了，给胖虎一只小宝宝，跟他玩。我问，是你儿子不？都是你的。No，不会的，他说不会的，人家还是宝宝呢。不过不错了，前两天见了老打。现在不打了，胖虎真棒，不打宝宝了。看是你儿子不？两个人都是虎头虎脑。大宝，不能打啊！掉下去了，又掉下去了，快去快去救啊！哎呦，胖虎看宝宝啦，他不喜欢他，他不喜欢胖虎，找个。这又上去了，这又上去了。你大姐脾气够好的了，要是你爸爸早就揍你们了，练本领了。大王子，哎呦呦，真厉害，上去了，三下两下就上去了，都爱玩这个地方。胖虎看宝宝啊，你这样的，你那个小姐姐太坏了，强迫不能强迫，你知不知道？他两个人都懵了，也去玩了，都去这玩了，找大姐玩吧。